白痴就是过瘾。哟，你干嘛呢？有好事呗，来找你了呗。你有什么好事啊？你只有我好有好事找找你。哎，你哪里来哪里来哪里回去啊？你不要弄给他。我真有好事，你真叫我走啊？你走走走走，我不想知道你。我有好事，肯定第一个来找你。哎呀，什么好事？我还能骗你吗？来，我看看。啊？我看看，什么好事？讲。看点什么？甲午烟对话。哪里来了？我知道。知道，你知道你什么？肯定我第一个想到你。那你都不换了？我不缺，没有五块钱吗？你连五块钱也没有？没有，就连五块钱也没有。我也没有几年了，要哪里有五块钱？那你认为我有呗？你肯定有，你五块肯定有，我肯定没有。五块也没有，我也不瞒你。那我走了。啊，走嘛走，我能想办法。你能想办法？看好了，五块，给我，给我。后头我得拿走哈。嗯，行。阿宇，阿宇，阿宇，出来！是为什么现在没有热风了？没有冷风了？你能来了？你别管他能来了。对，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冷风？不知道呀，还是要到噎死了。到噎死死的，我吃，我现在准备要干了，出去找，打不出来冷风，什么意思？海了似的哈。不是海了。那有什么原因？你昨天开学是把冷风都打了了。是不是把冷风都打了了？不打不热啊！花钱的，这得充钱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家里边空调打着都是交电费呀，这个得充钱，你懂不懂？充多少钱的呀？那我知道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哈。这玩意儿有钱哈？那怎么办？这哈？拿钱拿钱，我就充钱哈！你这不开车这不受罪死了吗？多少钱哈？先拿个300的，去，拿，去快点！我妈来，妈来。七乘六加七。服了你。怎么样？行，300的，看着没？来了来了，五百块钱过不？啊，差不多吧。那个多了退你，少了不贵。不够不够，不你发现我给你。那得多了。赶紧去取，快。那你去取啊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不去？热死了。你也知道一样，俺乐知不知道？还是俺乐也不行。哎，爷，你光去吧，你光去。那你哥去啊？我去吧。我爷子去哈。去去，你去吧。你把窗户都打开。走路买把锁好吃。我赶紧把车都修好了。我整服你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你开啊，兄弟，你把空调都打了。快开走，开走，快回去等。不过给我发现你啊。行的。烦死。还懂什么啊？还空调缴费？你说什么信什么？还就纯地瓜。老板，就是，哎，中奖了，中奖了，中奖了。阿爸瑞，弄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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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那肯定了，我肯定有钱了。那肯定不能。哎，好。我一是那个，哎，这不花钱的都能吃的，先吃吧。哇哦！花钱东西吃就是过瘾，再来一块，我得吃2块的，不花钱的东西就是过瘾。啊！